只要球够高不够远，就是那种不够高的他都可以压下来，而且他的反拍高球，他的那个套路就是直接弹上去弹下去，有够狠。有时候他正拍他也不会这么狠，他反拍就是这个吧，超狠。你累了、哦，还有一些尼古丁。缺尼古丁啊。Thank you.
对啊。我说现在很强。